把这双鞋，系好都没用。这网队我来说是够大的，左手当杠杆，把它举起来，把网坠反过来，拿这个把手部位，一只两个都两只三个都行啊。这里头压实，一定要规整，网坠不能拧拢啊。左手把它举起来，举得高一点，一溜，它这个网子还不影响。这网坠一定要穿不朝下。 怎么了？一字排开，不拿这个了。往一要一字排开，不能跌打到这看着吧。告诉你，这个西斗绳这里拿起一只两个都来都行，拿这个西斗绳部位，把网坠放下，网坠向下，把这个往里刚划拉到虎口这儿抖一抖，这会儿把网坠反过来，网坠向外。 啊，在这不给他断了，下手的是转身反手腕了啊！看我的啊，转身反手腕。我的视频啊，让我撒网，要的。个人就个是我自个儿的这么见解啊，就是好，你得参考一下，把这个把手部位，拿这个弦的时候。 拿这个把手部位的线，拿起两一只两个都两只三个都把这断实了。左手把它这么举起来，右手把网子刚分开，网坠向里，怎么着？肩这是往下划三个泡的，穿在肩网，七分肩三分撒。这里这一字排开，不能跌打到在一起。这个你也可拿着这些一个兜，你也可以不拿，把它放下。把网坠划落下来，人看箭头正往来，这网坠一定要穿不裸露在外边。箭头是转身反手腕，往大概远啊。大远就是尽量少拉山面，转身转身反手腕。